你觉得学校的厕所干不干净？我觉得还蛮脏的，常常都会有臭味。那你觉得是那个小朋友的问题，还是扫厕所人员的问题？两个都有，因为小朋友有时候呢，小便或大便没有瞄准好，就大在外面。打扫人员呢，有时候又在那边，有时候又在外面玩那边。那你希望厕所提供卫生纸吗？希望。那你觉得厕所应该要提供吊扇吗？我觉得应该是学校经费不足，而且有时候有可能有人会把卫生纸直接丢上去，然后整个卫生纸就散掉了。